自由之心是谈论一个在社会不公不义的制度之下，如何寻找自己生命尊严的一个故事。I was born a free man, lived with my family in New York. Be good for your mother. Until the day I was deceived. To Solomon. Kidnapped, sold into slavery. 改编自18世纪真人真事的电影《自由之心》，勇夺奥斯卡最佳影片。最佳影片到最后我还是要给一个价值，这样的一个影片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它是很重要的，这个议题要被传达出来。最佳女配角露比塔诺永片中饰演童养性黑奴，演技精湛。一个演员在镜头面前要演出悲惨其实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可是你要演的让人家觉得你的尊严彻底扫地，对一个演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电影《自由之心》带你看到用生命去捍卫的自由与平等。3月14号下午4点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